我啲前往狗。电脑唔系电脑犯罪调查科伺服器。哇！咁多位，你哋好，好欢迎见到，唔系好好开心见到你哋，好欢迎你哋进入魔人的世界，魔人的直播世界。サーバ内は無人だが、デジモンが放たれているな。こいつは驚きだ。オカミもデジモンプログラムの有用性を認めてるってわけ。空論にいるデジモンより高度なセキュリティみたい。神城あたりの家知恵か。気を抜くなよ。神代企業嘅杰作，唔好大意啊。へいよ、親父。老爹咁搞笑。ネットで検索した言葉から選んで。まあ間違っちゃいないが、この場合正確には兄貴だ。それに生病法よ。大哥。そういう言葉はまず風格を積ん。はーい。ま。うん。お前エリカみたいになってきたな。あいつも小さい頃よく俺の真似をしていた。あいつの場合は言葉遣いじゃなくハッキングで。私エリカと記憶を共有してるの。条虫变咗个人啊，有啲奇怪，我觉得。会点？我唔记得有咩用喎。跳跃点好似启动。哦，系喎，要开噶喎呢啲。天水。お兄ちゃんたちがエデンに侵入したよ。はい、やった。やった。顔も知らないおまわりさん、利用しちゃってすみません。あ？なんだこの番号。ああ、もしもし。こちら、電脳空間エデン警ら中の電脳犯罪捜査課第一強行犯。端末に不審なアクセス。いた。念のため調査班に解析を依頼してくる。個別 ID を。個人 ID 系，诶，完全冇料到。哦，进入咗佢主网络。公主与一万名小矮人，咩嚟嘅？玩咩嚟嘅？喂，咁恐怖嘅？一万名，想点啊？尤吉先生发咗委托嚟嘅，又系话咩警察嚟噶？长期都可以搵黑客做嘢嘅。哇，咁神奇嘅，完全唔知道做乜喎。但系阿天水都喺度咯，笑咗。嗰個人化身上妝的影像工具，咁就據說咧就記錄咗呢個伊登發生任何嘅嘢，係熱愛偷拍嘅粉腸，熱愛偷拍嘅粉腸究竟係點咧？嗰群跳舞嘅人係邊個咧？犯人咧就把嗰个夺取控制化身集中喺特定嘅场所啊，为咗唔俾本人发现啊，喺半夜里边啊就搭话啦，即系喺度搭爹啊，但系都冇反应嘅化身咁奇怪，然后啊咁就将佢让佢哋跳到好，即系令到佢哋要跳啲好核突嘅舞。
请等一下，入侵嗰阵时嘅大量账号，点样可以俾佢哋做呢啲咁奇怪嘅跳舞大会呢？啊，呢啲真系冇对被害者造成任何嘅麻烦？唔啱喎，好麻烦噶，我超级困扰啊！居然令我打扮得咁肉酸。化身啊，可以连接到现实嘅账号啊，都可以代替本人做任何嘅嘢。唔理系银行拎钱定系买嘢啊，就连手续费啊都可以啊。就算系用犯罪啊，或者伪装本人嘅身份嚟呢个任意妄为。冇错啦。狩猎账号咧就系用人哋嗰度落手，咁就可以完全唔留痕迹啦。既然可以化身做出啲咁嘅嘢，咁即系可以用嚟夺取成个账号啦，咁都可以。明明用咗好厉害嘅技术入侵账号啊，但系咧就冇容许坏事上边噃。咁样要做啲乜嘢呢？只是做啲咁白痴嘅舞蹈啊！呢、這个犯人真系好中意啊，好中意做恶作剧啊，或者系个黐线嘅。我觉得两种都唔系。犯人可能计划住一啲咩惊天嘅大阴谋。目前所作咧嘅奇怪举动咧，全部都系为咗之后嘅目的所做嘅实验嚟嘅。不愧是龙师啊，我都是这样想啊。目前被操纵的账号只有百几个到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啊，但是说不定已经有十倍或者八倍的账号犯人已经拿到手啊。如果要有一万的化身呢，同时被随心所欲地控制呢，最恐怖的是，没错，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行动啊，都可以做到。咁即系我哋要去调查啦。Hello 林仔，长期找黑客帮手的侦探就好像无厘小五郎咁帮手破案。无厘小五郎不是长期都自己破不到案的咩？哥哥你觉得点？睇下先，究竟系啲咩咧？打蚁？哇，嗰啲嘟嘟声好烦啊！其实揾到啦，呢啲影片嘅动作几乎同啲照片差唔多。哇，乜嘢嚟嘅？好肉酸啊！呢啲系咪传说中嘅战机模？我曾经喺 Facebook 见到呵呵就系咁跳。好騎呢囉，真係。其實佢都做咁乜呢？呢啲咁嘅舞咩意思呀？我完全唔知喎。但係真係有人夠姜咁樣跳㗎喎，唔係講笑，係現實真係有人夠姜咁跳，我係睇過㗎。吉他舞，吉他他老伯舞係嘛。我真觉得现实唔可以跳啲咁嘅舞咯，或者我觉得唔可以称呢啲为舞咯，净系喺度乱咁揈咯，应该咁样称呼。陶瓷舞系咩啊？花风发疯，开始头痛。那个重点偶像究竟是什么人？又在那里哼哼哼。键盘那些
打字声都几大镬喎。呢、這个营呢、這个呢种营业额都算系明星咯。都系种文化，竟然系文化，呢啲真系令人面红嘅文化喎。嗱，咁话说咧，其实呢啲我睇嗰条短片咧，呢啲舞咧就系、是、一班唔知系咪宅男啦，总之睇个样子就好宅噶啦，喺个舞台下面跳嘅。咁但系咧，台上边系有一班女仔噶、哦，又系跳紧舞噶、哦。嗱，咁啊好奇怪啦，佢哋跳呢啲舞好似，即系佢下边咁样做呢啲动作嘅时候，俾我嘅感觉好似系钳想钳人哋嗰啲，即系你谂下台上边啲女仔着住啲乜嘢，着住裙啊嘛，你咁样跳，你咁样左钳钳，右钳钳，左钳钳，右钳钳，你睇下几核突。是不是整件事我想起来就觉得很噁心咯。叫回应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想错了。只要有钱就可以把票都卖光。但场地依然是空荡荡一片。阿轩仔还在不在？我们直接来了。哇，佢好长喎、啊，佢嗰啲字都要一次令一万人跳舞真系好困难，所以先要练习。而且我觉得有办法做到嘅。咦，真系要千岁做、啊？果然有后门。我想问香港国是不是知道呢只叫咩舞？呢只叫命都舞，乱咁舞。诶，我可以操纵天帅、哦。好简单啊！咁成件事就好好得意啦，即系话就算你系一个虚拟体，你俾人操纵都会有啲唔好嘅感觉咯，咁样呢、這个系体验啦，千岁嘅体验。话唔定咧，犯人同神代企业之间有咩私底嘅交易啊？呢种理由我点可以接受啊？居然随意咁样操控人哋嘅账号啊！你有咩目的啊？都唔可以原谅。绝对唔可以原谅噶。Go go！ 其实大家觉得个剧情会唔会有阵时系好拖啊？呢度啊，屋企恶魔巢穴，我真系去到，哇！救命啊！唉，真系，我见到起鸡皮啊，真系。你果然喜欢偶像，不是偶像宅啊，咁样犯人系应该冇俾人操纵先啱噶。好多人动作都一致，我哋揾下啲有咩系唔一致嘅。奇怪嘅人喺二楼，我哋去二楼。
直接開波喎，應該會。呢條友嗰條友可能係犯人。第一次睇我嘅數碼寶貝，竟然敢控制我嘅化身，我要好好咁樣跟你算账。我現在很忙，不要來妨礙我，又多多指教。你確定？哇！佢繼續跳舞喎、哦。咦？消失了，哦，原來真係呢條友喎。哇！呢個係超級狂迷嚟嘅喎，呢個冇曬啲 fans 個偶像。咩係究極薄羅炮？薄羅炮？我谂佢系一个忠实 fans 嚟嘅，盗用晒人哋啲账号，跟住就要嚟帮佢个偶像嚟做势咯。哇！怪得知呢只 game 个容量咁细啦，佢就算追人都系喺个画面上边完全唔喐就可以追到。就好似十年前嘅 game 咁啊！以前我哋叫人哋系嘅咩？竟然系咁，我真系唔系好清楚。薄碌炮，诶喺度，你再谂都冇用噶啦！呢种事阿 K 喺度嘅，点解会喺度噶？你问点解？你以为可以逃出我嘅手掌心咩？系咪好头痛咧？我放咗条虫喺你入边啊！呢啲就系日月神教嘅武器嚟啊！把你恶魔群咩恶魔乱舞嘅财产锁匙带出去，想代表报应，我会好好要你好好咁反省。你喺度做乜嘢？冇必要答你。我嘅资料消失咗，吓咁快个账号冇咗啦。打错色估自己肚痛，竟然系咁。哦，完咗。找不回，整件事斷了，斷了線索。開始維護了我們的伊登。只有六个人坐唔满啊！心七七系咩嚟噶？哎，救命啊！又喺度跳，最后有个好眼熟系边个？又系千岁。